假如你在迷你世界中的迷你币只有零个，伙伴们你会怎么办？伙伴们来吧，你在游戏中有多少迷你币先打出来，你有几个迷你币，不许说谎话哈，不许说谎话。我先来，伙伴们，我的迷你币是零个，我的是零个，你的是几个？太惨了太惨了，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惨？有的话扣个一。众所周知，零个迷你币就完犊子了，啥也买不起。如果我们在游戏中不小心狗带了，如果迷你币是零个的话，伙伴们，我们也不能用迷你币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就真的狗带了，太惨了。假如你在游戏中你的迷你币是零个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去测试服，因为那里有很多免费领的迷你币呀，哈哈哈哈。伙伴们，你会怎么办？对了对了，伙伴们，你的迷你币是几个哈？不许说谎话，你有几个？我的是零个。我想看一下最多的迷你币是多少个。